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P6 防御响定一，建立对空阵线元神，安固出方式助援 6.9 一更，活动攻略助援，获取方式防御响定进攻响定元神 4.7。好的，这一边防守第一关来开始。来这边看一下小地图的位置，在左上角，就小地图的位置这边能看到有两条路，我们把这个怪物放在两条路的中间，往中间放一放，然后把坦呢放在这个就是地脉，什么叫什么地脉石岸面前，替他吸收这个伤害。然后我们自身是有异技能的，异技能是可以用的。来这边放一下，好，这边捡一下这个晶片，捡完之后放到另一侧，因为另一侧我们没有吸附伤害的，一边一个塔 ，OK。这边看一下，啥遇伤暴乱没了，会给你这个晶片，往这边放。然后我们可以按这个 P 键立即接敌，下一波再上路，他会优先来打你的水，来打你这个塔，然后后边才是打你这个水晶。这个技能放下，这边有两只怪，两波蚊子，还有一波攻坚手，往后面稍微放一点，立刻接敌，这是第三波。后追要有气，后会有气。好，这一边是这个文字。蚊子这一边好像不太需要我们管，蚊子这边直接完事了。宝藏呢？宝藏在哪里？好熟你，在壁上捡起来。好熟你，再往这放。好熟你，我。来，靠熟你，叫醒的橘小姐，不要是吧？后会有期。嗯，胖就让我好呢。哦呦，